一下啊，我来录一下你去那个给雪琴弄鹅。就是我们欧欧特别关心雪琴，爱屋及乌，不仅关心雪琴，还有关心雪琴的鹅，然后就是一个很细心的暖男。It's very oh my god! It's very homemade. 哇，真的好啊！泳池派对，太棒了！他们需要一个楼梯，到时候给他们放一个楼梯。我都想要一个泳池。哎呀，夏天真的太晒了。好吗，宝贝们？我跟你讲，他现在不用梯子，只要你放满水就不用梯子。对对，要放满水。但我觉得放不满，因为您的这边满了的话，那边还是不会满。No， 因为你的塑料布是拿胶布粘上的。对。其实有了水的压力的话，可以的。你看，刚好倒满。我祝福你。谢谢。我祝福你。我刚刚微信李雪琴说，我知道你已经到了，你怎么躺着？快过来。他到了吗？他到了。我发给他。你快去拉他过来。马上，没有，我现在就发给他。我要这样发给他，你知道吗？首先，我要录一个鹅。然后再这样。再讲，再讲，再这样，看，给你弄鹅的男人，雪琴，快过来吧。李雪琴，以后就养鸡，好吧？鸡不需要水，鹅需要水。哎呀，天哪，奇哥啊，陈去找你了，我刚刚遇到他了。哦，你真好看。哇，你头发弄这样，跟个少女一样。看到你的耳环也好好看。你看，一个男人，他爱一个人，他不仅爱他，还要爱他的鹅。其实我只是爱鹅而已。我觉得够了，你没有，他跳 不满的话，他们不会跳进来的。他跳不进来，他有对，不是给他一个那个吗？板子要做个小楼梯，对。来吧，我要放进去，可以吗，姐姐？耶、yeah ！哎，要去帮你搬个石头吗？这里啊。对啊，鸭子就可以了。好了啊，你们不要害羞了啊，就不用怕热了啊。我感觉我们在的时候他们不会下去的，先给他留着吧，这个还要一段时间，我等这个都已经半个小时了。哦，那就我们先去忙，然后再回来。对啊，去看那个脚底下吧。好，小鹅鹅，我先走了，等一下再回来看你们两个宝贝。哎、阳伞了，现在。哎呀，不得了了！这个阳伞遮的是啥呢？遮的是这边呀，哇，游泳池太高级了，它是晒到这边去的，就你搭的，对呀、啊，你搭的，太优秀了吧，哇，你有这种才华，这是才华吗？我觉得这个好垃圾，是才华，这个只能是这个样子，你太有才华了，因为我觉得太热了，我看他们都不舒服，你太有才华了，他们应该是下去过了，他们已经住的比我好了，哦，你再赶一赶，然后我在这边赶一赶 ，baby come on。你下去下去，干嘛？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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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，干嘛？下水下水呢？下水，干嘛？下水，下水，干嘛 ，baby？ 就是不去，是不是得引导啊？可能水不够深，他就过来了。那个板子其实很稳的，他们可以下去的。行吧，不管他们吧。你不下呀？你说，这太浅了。隔人有隔人命。就随他去吧，这鹅给他放出去他都不跑，门开他也不往出跑，就搁那一待。因为他们就在这里长大的呀。对，他也不去别的地方。对，刚刚小猫都已经来用了。